音。喂，我们在这边啊。欢迎跟东正呢，他完全仿照水晶宫与科学的做法。水晶宫与科学的做法呢，他就是先从能量呢的结构里面来看得到，他会给他动能，再加上一个位呢，对不对？然后呢，你只要把你的能量呢转换成 operator， 动量呢也把它转换成 operator， 你就跑出了水晶宫与科学，而且描述的状况很不错。那可能很多人也在想说，那 why not， 我也可以试试看啊。我就从相对论里面的能量公式 E 平方等于 C 平方 P 平方再加上 M 平方 C 四次方，我也一样把能量跟动量的这个 operator 的表示式方带进去，我就得到，只不过就像刚刚讲的，第一个在能量上面呢，它要跑出负的能量。我们怎么能够理解什么叫做负的能量呢？这是个大问。第二个问题是，假设你把这个 equation， 你看看我们在这边计算，是不是都计算出我们假设什么叫做 probability density of the particle， 然后我们经过这些这个计算呢，因为这个是我们要求的嘛，对不对？然后经过这个计算，好，这两个呢取 complex conjugate， 然后呢相乘再运作一下，我们发觉，哎，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公式，这个公式是什么？这个公式是什么？这个就是、the continuity。这个连续一放，你口袋里头钱的增加或减少，但是同理你往外流的量是多少，它就可以用这样子来表达。所以我们就会得出这两个式子，一个是 J， 第二个是 R。 假设你也用同样的做法，同样的把它的 clan encoding equation 带入这些的运作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用黄色的稍稍微啊帮他做一下，我们现在的另外那个做法，我写在这边，我不实际做哦。这个部分呢，我要请大家呢，你们来个 C 四啊 ，C 四就是 K 七，然后呢，减掉这个乘上 C 四的 complex 上去，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想办法把它配到 continuity 科学。照一样的一样化葫芦的去做它，想办法去凑，凑凑凑凑凑凑凑到。哎，抱歉，这边好像有个负值是不是？旁边有 H8O2M4，这个我看看有没有负值，有哎，因为 I 在下面嘛，所以有个负号。负我加在这里 ，OK。假设我们也同样的凑，就你发觉一件事情，科研能够那个也可以凑得到这里，只是这个时候假设你要凑到这个形式，它的肉变成这样，它的肉变成什么样的形式？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得到同样的 z。但是呢，我们却得到的肉呢，就跟上面不一样。肉是个什么样的形式？有这个。我们就去得到这个，我们将几个编号抄一抄，这是第十四，这是第十一个，我们要是仔细看呢，我们马上就发现了 KTE equation 它是个二阶的微分方程。二阶你看这边有时间两次方微分，空间两次方微分。我们晓得二阶微分方程你要求的 exactly 解啊，你必须要有两个至少两个方微分的方程，对不对？所以相当于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有 initial condition。Initial condition 什么 initial condition 呢？比如说我们需要在 t 等于零时候 wave equation 在空间上面的分布，我们还要什么随着时间微分的这一项 t 等于零的时候随着这个位置变化的斜率，我们随着时间变化去好，而且这两个其实在我们的问题里面你可以任意选，你的修肯定选你可以任意选 OK。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OK。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任意的，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在这里头呢，这一个这两个你看看，这个是不是相当于微方选择对时间微分，这个就是微方选自己本身。这两个可以任意的意思就是代表我可以凑出一个 probability 在空间或者时间上面的某一个地方它是正的，到了某个地方它变成负的，哪里有这种事？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了。你如何想象得到我们假设把一个电子放在一个教室空间，然后我们说它在这边存在的几率是30%，在这边存在几率是负的30%，哪有什么叫负的30%，要么就是零呢？那是怎么办？那就代表一件事情，我们这么直觉的对话，事实上它引发的问题啊还蛮大，对不对？所以就代表它有不对的地方。OK， 那我们要怎么办？所以到了1934年的时候，先把它擦掉。再写在底下。所以1934年的时候呢 ，Pauli 跟这个 Wes Hall， 他告诉我们啊，事实上这个 equation 不要这样子来看待，不要把它当做个 quadrant， 也把它当做个常，也就是现在纵使这个例子。你也不去看它像一个花园，而是一个场。比如说，你怎么去看待它呢？他就说：“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不是有个 density 吗 ？probability density。”他说 ：“No， 你现在 probability density 前面要乘上电量 rho， 它就会变成什么 carrier density。”哎，这个就有道理啊！我 probability density 永远不会等于负的，但是 carrier 可以负的，因为我有正电，我有负电，对不对？那这个负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掉了。同时呢，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QJ 呢
就变成什么？电荷在移动了，就变成 current density。哎，那这样子呢，我们啊就可以把 continuity equation 呢写成什么 ？Q 肉要等于 diversion， 啊，再加上 diversion QC 要等于 continuity equation 就可以这样子写出来了。帮忙一件事，也就是说这次 conservation 不是 conservation particle， 而是 conservation of carriers。 好，大家看起来问题好像解决了，但是它的适用范围呢还是蛮有限的。好像很多问题虽然说 equation 建构出来了，但是也不晓得应该有什么办法。 好，我们看一个简单的概念。The limitation of非相对论下面的一个极限。 OK， 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当我们速度呢跟光速比起来很小很小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极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相对论的公式可以写成什么？ m 平方 c 四次方再加上 c 平方 p 平方开根号，本来有正有负嘛，我现在先采取正，然后我把这个 mc 平方呢静止质量的能量先把它提出来，后面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样？对不对？然后呢我对它展开，因为这个时候的速度啊很小很小的光速，这个 p 平方很小很小于 c 平方，所以呢后面那项可以当做很小，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展开了。第一项 mc 平方，第二项 p 平方除以二 m， 第三项修正项，它就跑出了八 m 三次方 c 平方，像一次项很多项。那我们看看第一项是什么？第一项就是我们的 energy of zero mass， 静止质量 of rest mass。不是 zero mass， of rest mass， OK。 那第二项就是它的动能呢，那 kinetic energy of the non-relative particle， 非相对的运动下面的 particle。那么最后这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修正项。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我们把其中的这个项目叫做第四。那么假设这个时候，在这种极限下面，我们去描述这个粒子的微方群，我们把它写成这样的话，我们把它写成了一个，记住这个不一样哦，这个是这种写的 5D。 后面呢我把静止质量这一部分呢把它挑出来，另外 来做。你看这样像不像一个我们当初在做跟时间没有明显关系位呢下面修订过一个新的解，我们就会当初那个解呢可以得到一个空间的波函数，再乘上个 exponential f i 能量 t of h bar。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能量换成 mc 平方， OK。那么假设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带入什么 KG equation，
就可以写成了。哎，就可以写出这个式子。你看这个式子是什么？这个式子基本上就是 free particle 的小型共振，完全一样的一个东西。OK，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在这个 limitation 下面传统非相对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相对论的 equation 编制出来这个中间到了极限 的边界，加入这个 correction term， 然后我们把这个静止质量的因素拉掉，我们就得到就好像。一个传统的 ，OK， 修订规律。那我们把17个式子啊带到了14个式子。什么是14个式子？就是这个肉。这个时候把它带进去来看看。带进去的时候呢，很明显的，我们马上就可以求到这个解。它永远都来。那在这种状态下面呢，我们这个 case equation probability density 这个变成负的状态就被解决掉了，也就是说当你的速度自动自然下降之后呢，它就不会有 negative probability density 出现的这个问题了。 OK， 那从这边呢，它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既然我们已经修肯定性，这两个呢你一定都要知道，然后你才有办法求解它。OK， 这个是一定要知道。但是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哦，对，这边我应该要先岔开了，先讲一下 KT equation 呢，它在外加磁电磁波状态下面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形式？那我待会儿再回到刚刚那边去。前面讲都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东西，跟这个没有关系。那我们就看看，假设一个 charge particle moving 在一个 EM field 里面会怎么样做呢？这很简单嘛，我们以前就说你一个 momentum operator， 你就把它写成为传统 momentum operator 减掉 c 分之 q 的 a，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做法。那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其中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的传统的。那这个我们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IH bar 呢，也要有点进步。这是能量，所以能量除了原来的这个形式之外，你必须把另外的形式要渐变位的也把它加进来。 OK， 渐变位，所以你知道这个是 vector potential， 这个是什么渐变位，对不对？我们把这个写一下，这是 static vector potential，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来写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带到这个 equation 里面来，我们定个号，我们把20 21带到第十一个式子里面，那么它马上就会变成了 IH 八 partial partial 一减掉 Q 八的平方。你看第一个，这个本来就是 IH 八 partial partial 一的两次运作两次嘛，才会得到平方。那我就先把它运作两次啊，然后再乘上 wave function， 对不对？那后面的是什么 ？c 平方 momentum 的平方 ，momentum 现在就变成大 P。减掉 c 分之 q a 的平方，再加上 m 平方 c 四次方，再乘上这个，这是我们第二十二个式子。OK，
线下面。假如说我们这个 equation 可以讲，那么我们把第十七个式子代入第二十个式子，那我们就叫它什么？各位，你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个不就是一个 free electron 运动在电磁场里面的薛定谔规律吗？完全一样啊！所以我们发觉 KT equation 呢，确实可以回推到这个极限的状态，而且可以看得到，它跟我们薛定谔规律所讲的完全一样。好。二十二的四十，是不是二十二四十？对 ，OK， 好，那紧接着呢，请大家就要回家看刚刚发的这张，这是一个例子，我们怎么用 Tangled 来应用于氢原子分解？它求到的解到底是什么？那就很快速了，把这几个呢。它求解过程当中 summary 一下 summary 的非常简洁，就发现呢，它得到了氢原子能阶的当中裂开来的这个能，这个叫做什么 fine structure 怎么样？很大，与实验的不符 ，OK， 与实验不符，那就代表一件事情，它这个 equation 不够完整。那平常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马上就体验到一件事情，就好像呢，你在烟味里面一样。我们说我们学过电就是电，磁就是磁，最后被谁统合起来？马斯瑞克逊统合起来。那实际上马斯瑞克逊你可以写的更简单的形式，马斯瑞克逊里面的时间跟空间呢，两个是同等重要。假设你把它写成个完整的四维空间的坐标，会怎么样？什么叫做一般的四维的空间坐标？我们来定义一下。假设有个坐标的 x mu， 这个 mu 可以变化哦。它是由谁组成呢？由空间，就 x y z 对不对？还有时间 t， 不过现在时间要写成 i c t。我想大家对这个应该很熟练吧？上学期在你们现在电动教第几章？电动教第几章？跳着教，十一章怎么教？相对论怎么教？有教嘛，对不对？相对论就讲到四维空间了，对不对？我们就把时间上面乘上个 IC， 我们说的式子都变成一样了。哎，多棒的一件事情 ！A 呢也是一样啊，它这边就是 A 嘛，空间中的 A， 再加上 I， fine， 我们把渐变位把它加进来了。momentum P 呢，除了空间当中传统的 momentum 之外呢，比如说。传统 momentum operator 之外呢，我们把能量这样子加进来。J 呢，除了我们所熟悉的这个
硫之外呢，我们把 IC 肉呢密度的问题把它降低，那么这个时候 KG 呢 equation 就可以变成怎么样？ partial x mu， partial x mu phi m 平方 c 平方 h bar 平方。OK， 那么这个呢就等上升。那么我们的 continuity equation 呢，下面这个 continuity equation 呢，我们就可以简写成为 就这样子了。那么上面这个 equation 呢，就可以更简洁的写成怎么样？其中要注意一下，啊，没关系，这边就行了。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边。所以呢，我们要用四维空间来表示呢，我们 KG equation 呢，直接就可以解决成这个样子，这个就是我们 KG equation。上面这个就是我们 continuity。OK， 好，抱歉，这个是 KG equation in EMV。这个就是 KG equation。 OK， 我们就可以用很简洁的方法表示出来。好，看起来就非常好，但问题是我请大家回家看看这些地理，他告诉我们他计算的结果跟实验不一样，就代表这个理论推导也蛮漂亮的，也很直觉，你可以变形变来变去，好像蛮好玩的。OK， 反正数学嘛，对不对？只是算出答案是错，那怎么办？那代表这当中有种的啊。所以 Dirac 呢，终于要出动。Dirac 第一件事情，他要来思考一件事情。他在1921 propose， OK， 他先设定了几个规则，他先设定我们必须要吻合这个规则，那我们呢才有意义。A 第一个，他要求这个 probability density 呢，任何时刻在任何地方呢，一定要怎么样大于等于零，你绝对不能够违背这个原则。OK， 那我试试。要不然的话，我们求解出来的东西意义好像不是很大，对不对？第二件事情，假设你再讲一个例子，因为我们现在只集中在一个例子，你把这个density， 那 probability density 对着整个空间的积分呢积分起来，那么它所存在这个空间的数目字一定要等于保守的，所以你对它对时间微分它一定要等于零，这也是它说假设它 equation 可以的话，它运用在 particle 上面也要吻合这个条件。第三个，他所提出来这个相对论的 equation， wave equation， must have Lorentz invariant， 它一定要符合什么？洛伦兹不变形，一定要这样子。其实就是
类似 Maxwell 的 equation， 对不对？但是呢，他发觉一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当初讲设定 blue equation 出现的问题，它出现什么问题？当你去描述一个电子的转动的 angular momentum 的时候，你发觉一件事情，单单用 Schrodinger equation， 单单用 KG equation， 它无法让你得到一个很完美的解答。所以最后我们不得不引入，我们发觉电子有个什么，有个自旋，对不对？因为你要是把自旋丢掉，你只看到轨道角动量，结果你所算出来的顶多得到一个 z max， 你得不到一个奇异型的那 z max， 因为它漏掉了 spin。 那么 Dirac 呢，想一开始就把这个因素加进去，不要让这个因素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漏掉，事后你还要用很多弥补的方式来弥补你这个可能的过失。 OK， 好，所以他怎么办呢？所以呢，他现在开始他 propose 一个electron wave function should be 应该要什么样的，用什么样来表示呢？比如说我这个之外呢，我下面用的 new， 这个 new 呢一二很多，也就是说它有各种不同的特性，我用分量的方式 来表达。比如说一个向量，我们本来就知道它 xyz， 一个东西它 xyz 再加上时间 t， 但是呢我把它的特性用分量来表示。求定过的equation里面，它的 xyz 加上 t 只是给你一个 wave equation， 自旋你怎么办？你没办法，你只好外加了。它把这种特殊的个性安排在下面的这个定义，所以它可以是一般的空间的时空的 wave equation，它也可以是 spin 的一个特色。当然了，你今天只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现在研究范围里面，我们发现 Schrodinger equation 少了一个 spin， 谁知道那天还会少了什么东西？你将各种可能性加在这个地方，用这个 new 来表示。那么这样一来，它马上就告诉我们了。好，我们重新编号了，开始讲 Dirac 重新编号。那么这样一来了，他马上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 wave equation 呢，它不会只是一个 equation， 它会像向量一样，它事实上是个 tensor。 那么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事实上是应该可以写成什么，类似是这样。当然假设你有 n 个，那你就只能够写到 bn， 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简单的就说，好， phi 一呢就是我们一般选定的个性的解， phi 二呢可能就是自旋的解，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OK， 好，那么这个就是一啊。那么这个时候的 probability 会变成什么？它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它一定要自己根据我们以前的这个定义，我不理你在哪边，在这边自己微方选的 complex conjugate 乘忘自己，那你不要忘掉，现在这边已经是一个向量，向量你要自己乘自己，你除了 complex conjugate 之外，你还要导致，对不对？所以呢，它一定要写成一个什么呀？ complex conjugate new rt，在乘上自己这个之外，你要把它所有的通通加起来，假设 n 个，那我就上到 n 个。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现在整个矩阵要这样子写。写才对啊，这个才是它的什么呀？它的 density， 的 probability density。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既然它是这样，它啊怎么样 complex， 它又要导致，对不对？从一个 column 的矩阵变成一个 row 的矩阵，
它事实上它的意思就是怎么样，这个跟这个这边其实是这个。哎，那根据我们点觉呢，它本身呢，这个叫做什么 ？complex contributor 再加上，反正就 adjoint 嘛，对不对？假设它有这样子的话，这个东西无论如何，太大了。OK， 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么其中呢？它就是什么呀？横向矩阵。OK， 它用这样子来表示就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把第一条路呢 secure 住，你的运作呢现在开始都变成一个 join 的运作。OK， 那第一个问题就没有问题。入 A 了 ，OK， 入 A 呢，它就被 secure 住。好，我们再更进一步。那我们来看看 rule B， B 就是它的什么，它出现的这个地址数呢一定要跟这儿。它应该是给你什么样的东西，它是说这个它一定要怎么样跟这个。那么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row 在这边要用什么来表示？假设回到 function 的话，那个什么 claim token 的话，它的行为是类似这样，对不对？那我们假设也用同样的状况来看看，它对吗？它会变成什么？我们要求这个也得要这个给你，因为这个是我们无论如何要达成。所以假设我们把 KG 上面写的这个 density 的形式写在这边的话，那前面系数我们就先不管，你马上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本来前面有在说啊，我们这个 wave function initial condition 啊 arbitrary， 对不对？这个是 KG equation 它告诉我，但是这个式子马上就告诉你，因为这个式子里面它两个都可以存在啊，它有个 wave function， 它有个对时间的 wave function， 这两个要等于零，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一旦这个知道了，这个你就不能够乱选了，它事实上不是 arbitrary， 它形式要受到控制。错 ，OK， if。它就不是 arbitrary，
那这样子呢，我们要记住他的这个特性。第三个，他要求一件事情，我们 Lorentz 的 invariant 一定要用上。Lorentz 的 invariant 里面告诉我们说，时空间跟什么呀？跟那个微分的空间呢？那时空间跟时间呢是等价的。OK， 是等价的。假如说我们波动了方程式当中有出现一阶的时间微分，那么它的空间微分也应该只有一阶，两个人形式要一样，你不能够说你想要怎么就怎么样，不行的。 OK， 也就是说呢，因为啊，如果 C time and spaceR equivalent， 这样就好。OK， equivalent， 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就好。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The wave equation should have。One derivative of time and space。好，讲到这个地方了，跟他推论推个老半天了，他也不晓得要干嘛，然后他就开始发挥他厉害的地方，所以他就开始 propose。一个 equation， 你要说一个 particle 相对论下面 particle equation 应该怎么怎么样，他就 propose。 它应该长得什么样子呢？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五十。好，各位，你看看，这个看得出来他为什么写出这样吗？实在是难以想象。好，他怎么想出来？这其中呢，这个微分很简单，我们说过，这个呢 ，new 呢，只是它的各个不同形式其中的一个，对不对？所以我们去看它其中一个表象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子。然后另外这边呢，它的表象有很多种，所以它对空间的几的微分通通都可以做。好像每一个表象呢，前面乘上一个 tensor， 啊 ，nu， 这个 alpha nu 呢，它是一个 n， 假设它有 n 个，假设我们这边有 n 个。那么它也是 n 乘 n 的选择。同样的，后面呢，这边要乘上个贝塔，它也是 n 乘 n 的矩阵。那么这个式子要怎么？它直接就 propose 出来。说老实话，要是我想了这么多次，我还是 propose 不出来啊。
所以不会他诺贝尔奖嘛，对不对 ？OK， 他可以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看他想出来这个东西啊，到底正确性有多大，对不对？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其中呢 ，R， 那其实是 n 乘 n 的 tensor， and beta 也是 n 乘 n 的 tensor，R。它是没有 dimension 的，它只是个常数矩阵。好，我想我们把它再抄一次，抄一次。哎，多写几次没关系嘛，啊，但背都要把它背起来。四分之一，发现发现。那这样子，这个就看到它各种表象。那既然我 phi 可以这样子写，我为什么不把它写成一个 vector 的 representation 的向量的表示式呢？那向量表示式是不是代表我这边只要这样子写就好了？这个我直接就这样写就好，不要写它的不同的分量嘛，我就这样子写。那后面呢？这边呢？是不是就相当于阿尔法，它会写成类似一个矩阵 ，dot z， 对不对？再加上 I M C over h bar， 贝塔，这是第一点，这个是什么？向量 ，dimension， 写在这里。The matrix representation. OK， 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将它再布置这个地方。假设呢，你喜欢还是回到最原始的？最原始就是什么？就是一等于 Hamiltonian， 对不对？最原始的，我们就是把它写成为 c 分之一 partial t 的一个 wave equation， 它等于 Hamiltonian， 这样，对不对？也就是 e 类似这样。OK， 那我也可以一样画葫芦娃，我也可以这样子写啊，我也可以把它进化成。或者是把它写成 c， 阿尔法，因为这是 p 嘛。我也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好，那么假设真的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对很多形式啊，要重新来确认。就像这一边呢，我们要确认 z 到底是什么 ，rho 到底是什么 ？OK， 我们要来确认一下。
好，在确认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一下 derive 跟 shorting notation 有什么不一样。假设这个是 derive， 这个是 shorting。在这个 Weyl function 上面 ，derive 是 multiple component。记住哦，这个 component 并不是只是用我们的向量方式来讲个 component， 而是一种表现的这种方式。那么 Schrödinger 只是 single component， 虽然说向量上它跟 x y z 跟时间 t， 但是它只是表达一种含义而已。OK。moment 呢，它是 first order， 它是一阶微分，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这样子而已。但丘林口呢却是什么 second order，所以你看这两个多大的不一样，这边都只有一阶微分而已，时间一阶微分，空间一阶微分。Schrödinger equation 呢，时间一次方微分，空间几次方微分，两次方微分。它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方法。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好，我们休息5分钟就好。他讲限度啊，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它到底在每个地方表现的形式是什么，它的 row 是什么，它的 j 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特性，什么是 alpha 的特性，什么是 beta 的特性，我们需要基本上稍微了解一下，然后呢我们呢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来上它的应用。